你们能不能去趟我家？我一夜未归，休假肯定担心坏了。我之前派人把痕再送到府上，说好跟他一起栽种。你们就跟他说我有事儿，把鞋回去。挖坑栽苗无聊得很，这种事平日都是地林陪我一起做，如今让我不必等他，想来是有更重要的事要做。这花有些打蔫了，只要浇足了水，有人照料，便能起死回生。我相信地林不会有事。